海灵、庆龄、美龄。查理啊，希望啊，中国的下一代不要再像我们一样的受苦。又来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孙叔叔，我是庆龄啊。你来了，我不是写信告诉你爸爸，叫你不要来。人家是金枝玉叶、百媚千娇的富家小姐，就是刚从西洋留学回来，能看上你这个军人？怎么了？你也想做做？第一夫人才可以做的，军校校长夫人也行。革命，革命是国家的事，女儿是我自家的事。现在正是国家用人的时候，你的干劲和军事才华，我一向非常欣赏。难得先生看得起，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共产党员不断的在公共租界外面罢工、抗议、游行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女孩子嘛，到那么远去干什么？女孩子，她们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她们是我查理宋的女儿，对不对？是新中国的新女性，是将要做大事情的新女性，对不对？